起，你有我跟我有你，全场坚持拼下去，虽然不敢说你说在今晚最后几局上半区场的表现，你让乌班上将在八局下半一口气那个四分的西刀我白费，最终这场赛事乌班上将又打出一场精彩的逆转胜，4-1的击败了统一车队的公司队，在我们球季主场最后的三场比赛的前两场都顺利的拿下了胜利。而这场的比赛因为昨天的三局上半区的保留比赛将会在本周的星期三一样的情况下场的比赛，球迷们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持续在我们例行赛最后一场的精彩赛事，礼拜三10月26日，持续的进场和乌班安将加油！感觉那蓝色球衣，跟着那心中心的节气，安将全力以赴，我们会继续相信，你有我，跟我有你，全场坚持。球迷现场，安将加油！你我们投手球员所有辛苦，球员以及教练团成员，最热情掌声鼓励，谢谢。也是我们主题日的第二天，但是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我们还有各场赛事，而在礼拜三才是我们本季最终战，也是主场的最终战，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再次同乐，也邀请大家把你所有的快乐一起带来球场跟我们一起分享，毕竟与你胜过的快乐与你共度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有句话是这样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再次掌声送给自己。今天我们要邀请所有来参加我们好乐派对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最辣的女牛仔们，一起 go， 欢迎MVP 以及胜利打点，让大家知道，欢迎来到刘俊伟。
在今年比较有机会好好的在我们城市末端来好好的先发上阵，那手会看到你手会行云流水，打击可都是巧打好打，样样都有。那自己在这一次升上一军有没有特别做什么调整，想要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变成一军不同等级的赛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那边准备很久，然后上来第一是想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谢谢，哇，很感人。那今天把握这样的机会，也是在主场赛事拿来 BB，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支持你的球迷，还有我们所有的悍将家人来跟他们说，多聊一点，让他们好好认识你一下，或者是你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人？感谢的人都可以。感谢是主场，是。那要不要也来感谢一下我们今天所有，他还有刚刚还有队友正在看你第一次的 MVP， 还有现场所有观众家人，有什么话来跟他们分享一下？谢谢你们，简洁又有力。好，来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家族成员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带着绿罗粉来帮我们的俊豪一起加油打气一下。来来来，带着绿罗粉。感觉得出来，俊豪非常开心，他也有一些感触。那用简洁有力的谢谢大家，表达他的所有努力的感谢。好，谢谢。接着请留步，请留步。今天我们要请两位女士来选择，你要是谁先选择呢？好，那你帮我要选择 Tisha 还是我们的友友？来，友友帮忙 Tisha。恭喜获得我们的俊豪实战签名球帽，七位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妈神送所提供的一叠。来，我们来看向前方合影哦。来，带着一叠。好，看一下前方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在俊豪先留步，俊豪先留步。来，俊豪，在你签名之前，让你感受一下主场家人们的温暖。全场，刘俊豪，我爱你！一、二、三。绝对不只是单单一位悍将来打手，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抱着团队来努力。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投手我们由一位先发投手六局九十一球仅失分拿下了四 K， 恭喜，掌声大家送给他。再来，八局下就在刚刚很快乐的那一局，我们单局打下了四分。今天我们雷锋四换先后的保送上垒，泽平内也安打，神针安打，所以明天也要掌声一下。再来，我们的俊豪拿下了胜利打点，获得了 MVP。再来，还有我们今天王振豪，把蒙拿上，给他掌声鼓励。而在投手部分，我们有从我看到我们的冠军洪文，还有我们的布兰哥成功的手术，一起都五十分，掌声送给他们。好了，全场再用你的声音送给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 MVP 舞台的刘俊豪选手，刘俊豪，我爱你，送给他，一、二、三。掌声恭喜刘俊豪，谢谢。非常恭喜你，算是土豪出头的俊豪，也是拿下了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场胜利的 MVP， 也是我们中华职棒33年我们例行在主场最后一战。那么主场最后一战，抱着精彩八局下半的逆转胜，代表我希望接下来未来中华职棒34年，富邦悍将能够像今天的这一场精彩的赛事一样，能够在普遍不被看到的情况之下，在中华职棒34年能够一飞冲天，甚至能够突破以往我们的希望，也能够共同我们家人们一起共同努力的好久不一样。而这悍将这些6年来，我们的所有的悍将家人们以及我们特别是顺利的运动团队，可以说慢慢的累积凝聚成整个家的力量，家的感觉，我们用家的力量一起来为富邦悍将加油。那么每一次的呐喊，每一声的加油，都是所有家人对我们所有运动球员的提醒。那么或许最终我们在这6年还是没有办法来进入决赛，相信也要大家持续的铭文陪伴着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希望接下来在明年这个时候有更加好的成绩能够来出现。那么在这边呢，也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运动团队。
对你们所有的请教以及包容，尤其今年由于在上半期战绩不佳的情况之下，大家依然能够踊跃的入场，让我们的运团队能够有动力的持续来协助，带领着大家一起为富邦兄弟加油。我们也多说，当有人意非如神，教训正直如非如泪，纷争变数非如节，是以君子恭敬尊节退让以民。在这里非常谢谢各位在这六年来的陪伴，让我们慢慢讲，无论是在球员的一面，或者是整个球团运作的能够整个成长，步步的成长。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包容指教。那么很可惜，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六年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抛下冠军的彩带。希望明年不管慢将就能够有优异的成绩，由我们一年团队陪伴的各位能够拿下最佳的成绩。由这边是所率领的一年团队包括了 Kevin 还有我们的副方面球员，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中华职棒33年的支持。我们礼拜三最后一场集中，中华职棒34年再见，拜拜。亲爱的副方面大家们，我是一年团团长 Jerry， 感谢各位今日到场，我们一起加油。你们的呐喊总是那样的温暖，成为团长最美丽的后盾。比赛已画下完美句，所以提醒你，路上小心，平安回家。期待下次与你新装棒球场再见，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